请收看维新世界义工立人天。我们每一位这个服务人员啊，就是像包括圣城义津大学各项服务部司的这个地方啊，也有我们支会长的服务部，也有包括城的参加各项的部司。但是这些贤士同修们啊，他们很会利用时间，有空的时候呢，就多诵经。那有信众要帮忙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呢，尽力的在做服务啊，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啊。那当然呢。今年我们可以看到哈，如果有诵经千部以上呢，可以看到哈，我们师父呢就会赠送这么样一个这一帧的照片，真的太棒了，有老祖的金身哦，很棒很棒的，还有师父亲自签名的。圆峰法师你好，好，法师你好，是我们这一次呢，水陆大法会就是己亥年水陆大法会的总执行长，你好你好。你好总执行长，今天进入到第四天了，你觉得现在的这个情况啊，大家的这种互动的情况满意吗？非常满意，因为有各坛的负责人，还有很多的贤士同修来帮忙，比往年应该是所有人付出的以后更加的圆满，会更加好。几年来大家的努力啊，尤其是在礼拜天的第一天的时候啊，哇，这个人潮真的非常的多。对、那个时候走路真的没办法走啊。对呀、因为很多人都在上班嘛，那也借着上班的时候，那个休息的时候，休假的时候，先来上香，是这样。是。所以，因为你的任期就是总执行长，就是到己亥年嘛，明年就换我们的圆成法师了啊，圆起法师了啊。所以呢，这样子的话，整个学习下来，应该有很多的心得吧？当然啦，但是我总觉得，我毕竟我的能力还是有差了哈，但是还是要各位来帮忙的哈，各道场的负责人很重要，各自持也很重要，所以都是他们来帮忙，才有办法圆满这些啊。这句话很有哲学，当然每个人的能力都有差，如果自己觉得没有差，就没有进步空间了。这也是啦，但是我自认为自己的能力比较差，但是希望说大家能够用比较欢喜的心，那来做更多的事。是，好，没错，以欢喜心来参加我们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的水陆大法会，这是一级棒的，谢谢你，谢谢，祝福你，感恩感恩，谢谢。好，跟大家招招手吧，都是泸州道场的，来。太棒了，太棒了！哦，你拢叫这四爷回来呢。当然啦。每一位气质都很棒哈、然后大家都很客气，很棒很棒。来，来这边来，也是一样嘛，泸州道场来跟大家挥挥手，都是哦，漂亮的都在你们泸州道场了哈，师姐你好，去年我有看到你。有，你好，你好，美丽的主持人师姐你好。你来这里几天了？
哦，我今天来了第三天了。对对对。住在这边吗？对，我住在这边，会一直到圆满。对，很方便啊。对啊，对对。好，谢谢。来跟大家招招手。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郭淑华，16届阿弥陀佛。来来，也跟大家招招手。福州道场23届戴慧玲，大家好。我们可以看哈，我们所有的服务人员都是非常的专心哦。摄影机已经到了跟前，他还是在忙碌，尤其是三宝师啊，真的是要串得很清楚。而且呢，就是很多人就是为了这个三宝师呢，要尽孝道啊。我们来看看，师兄你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师姐。您刚刚非常的专心呢。哎，这个三宝师不能多算，也不能少算。不能，对，这众生的，对。所以我看你是很专心啊。对，要专心一点，不然不能弄错。对。是太好了，太好了哈。是我们杨梅教士。对。杨梅教士。25届。对。才25届啊。是的。对，中间有留级过吗？没有，25届。不、哦，我以为我认识你很久了，原来也才25届啊。啊、哦，不错不错。对，哎，那来几天了？第5天吧。5天。对。哦，非常好，非常好。对，这一次全程。全程、哦。对，全程。加油哎！用餐了吗？用餐了，谢谢。没有，因为我们不要被瘦下来哎。啊师姐，泸州教室的你好。我是杨梅教室的。对，三张。泸州道场的杨梅教室。对，你好，好，还是师姐好。你在忙哦，因为怕耽搁到你哦。对，嗯，好，好，好，哎，真的，哎，也很专心哦。对啊，没有关系，就复算过了，知道少了就可以增加。对啊，我们对，所以这个要仔细一点，要增加，其实他们也麻烦，少了真的对他们来讲更麻烦了，还要再走一趟哈、哦。对对对，谢谢你们呐、哦。来，师兄跟他挥个手吧。我们知道呢，就说这边的三宝师的书写的方法其实很清楚哦，那这个就是呢，各位可以看哦，这三宝师上面写的哈、哦，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来说工厂地基组吧，这上面写的就是说杨上某某某等前辈财帛一代充足诚心敬奉三宝师某某年某月某日锦封啊、哦，这边要照一下西归。某某的工厂地基组绝零收入民中独自享用别神部的征战，这是很棒的哦，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做的这个三宝师呢真的达到了100%的效果，真的这些连座上的竹林绝对可以收到的，真的是非常的殊胜。来跟大家招招手。哎，圆理法师，你们总共来几天了？我们今天来，早上一大早来。什么时候回去？哎，晚上才回去。对，明天就另外一批再来。对对对对，我们是坐几部游览车来？我们开车。开车啊？对对对。开车啊？那你也是吗？对。知道吗？哎，没有。有两部。两部车，哎。自己开的私家轿车来。哎，对。会累吗？不会，不会哈。书很多，不要拿错了嘿。哎、欸，你也是我们的对，哎、欸，湖内道场吗？对，冈山。冈山道场第几届？20届。20届啊？对。哦，是，太好了，太好了。那师兄你第几届？20届。你也是湖内道场吗？冈山道场。冈山道场。对。你看到顶嘴下来吗？对。那你跳吗？对了。会跳错吗？5点，早上5点。几点来到家？来到家7点半。哎呀妈，足紧的哈，速度不要开太快，但是要小心，好不好？哈。啊。今天下大雨。下大雨。对。我们也是本来早上就要来，哦，雨太大了。不好走。是。很大雨。好，谢谢你们哈，感恩感恩，谢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师姐你好，怎么这一次这么晚来？哦，因为我早上有事。对啊，我们现在才来。对。哎，不是台湾，就是有些人呢、啊，第一天、第二天就来了。哦，这样子哦。对啊。那你们今天是？妈，今天有休假，刚好五一劳动有休假。哦、对啊。正好正好。也好意思、哦、是朋友吗？哎，对，我们是那个。在共修。对共修，哎，对。在哪里上课？西湖一班。西湖一班啊、哦，好，太好了。哦，是，我知道，我认识他的。谢谢，是啊，谢谢，很棒哈、哦。那你有上课吗？比较那个
较不爱恭维啦哈。对对对。好，祝福你们啦，祝福你们，祝福你们，好，谢谢谢谢。啊、哦，真的，大家呢时间呢都很赶了、哦，来，我们来这边。姓黄。嗯、黄师姐，你从哪里来？丰原。丰原啊？哦，是那，朋友。朋友。你好你好，啊、哦，姓张。好，张师姐哈、哦，你好。哎，今天好像你们也很晚来，我们今天已经进入第四天了。没有，他今天特地带我进来。特地带了朋友。他从马来西亚吗？对。哦，哎，我介绍你一个人认识啊。现在跟你拍照，他也是马来西亚来的。你好，你好。马来西亚住哪里？啊，在柔佛州。柔佛州。柔佛州。哎，我们这位摄影师他是马来西亚，但是他哪一州我是不晓得。他们家有这种榴莲跟橡胶。哦，马来西亚全马都有。哦，全马都有。哎呀哈哈。我请问你哦，因为是他经过他的口述告诉我的，我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他。他说：“你们的榴莲不是用采的，对，为什么不是用采？要自然掉落。啊哈，在因为我告诉朋友，我的朋友全部不相信榴莲会自己掉下来。没有，因为他是人家说怎样讲，宰蟑螂的啦，嘿嘿嘿，他不像泰国的是摘下来的，他是自然掉落。他会大清早跟下午，大清早跟下午才会掉落。”大部分榴莲自己掉下来会在大清早或者是下午掉下来，那我在这里，哎呦，我真的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如果你到马来西亚去，你看到榴莲树的时候，千万不要在大清早或者是下午的时候，你真的会被榴莲打到，是这样吗？打人，他会挑，走过去不小心他就打到了。不会不会，还没有听过给榴莲打到的。哎，那我告诉你，我听的都不是这样，说有人什么去马来西亚玩啦、啊，被榴莲打到头啦，然后头上长好几个包，我还没有听过，我去24年了嘞，啊，嗯，看吧，哎呀，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对到地理风那个风情不同啊，不了解啊，所以我想说，我请问他，他说他进榴莲啦，哦，大家有种榴莲，我说，哎，那种榴莲你们什么时候去采榴莲？他说不用采的，到地上捡，他会自己掉下来，我虽然相信他，我也不相信。那今天又遇到你了，真的证明一下。谢谢谢谢。平常没有回来吗？哎呦，我们过年逢年过节回来拜祖先。逢年过节回来拜祖先，那这个还是第一次来吗？啊，对对对。啊，今天请他到我家去，他跟我讲说，我特地带你去。啊，那你要从哪里带他来？我去他家带啊。你家在哪里啊？他在台中。东区。台中。哎，嗯。哎，不远啦，只是说要有人带才知道路。现在是公社什么连位？啊？公社的是祖先吗？哎，对，哎，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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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因为祖先跟我们是血脉相连嘛，根深在此，我们累世下来，你在欠人下面，那么不在。对啊，对啊，对啊。好好，谢谢你啊，谢谢你这个世界的甜甜的哈，谢谢你，感恩感恩感恩，今天又跟你巧遇了哈。对啊。谢谢，太好了。每次上来都遇到你们这些。对呀，对呀，对呀。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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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感恩感恩，弟弟你好，你好，宝宝拜拜，哎，来这边，这边看这边，嗨，嗨，好可爱，你几岁？9个月啊。啊，9个月哦，九个月这么厉害哦。对啊，9个半月了。哦，你是他的爸爸喽？对啊。哦，背上好可爱哦，啊妈妈呢？哎，好棒哦。妈妈在。你要说叫妈妈？一个没啊，拍拍手哎。拍拍手。拍拍手。拍拍手，好朋友。拍拍手，拍拍手，哦，好，哦，讲哦，不要给我弄坏了。好，你们今天是第一次来吗？没有啊，来每年都有来啊，第三年、第二年了。是啊，第二年了。那你是今年第一次来？对啊。对不对？好，妈妈在哪里啊？妈妈在这里。哦，妈妈在这里啊。嗨，你好，你好。啊，是哦，那每年都有来，啊，有没有上课？那个工作比较忙啊，哎，然后一些员工都有在上课。是非常好，是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那个在高雄的凤荣市场做蒜头姜新香料批发。那么厉害哟，哦，那个素食人很多爱吃的。对啊，新香料。太太跟你两个人一起做。对，跟太太一起做啊，工厂。每一年来都有供奉什么？供奉，对啊。年位是哪一些祖先？那冤亲债主啊，工厂的地基主，然后家里的地基主，还有那个冤亲债主，对对对，都有参加。非常棒，非常棒，棒不棒？
啊，他有绕酒窝，棒不棒？棒不棒？很棒哈、哦。好，不会说话。哎，没关系，跟大家挥挥手，来，拜拜。你好，你好，哎，好多文书哦，哦，好厉害，好厉害哦，弟弟，弟弟，你告诉我，你刚刚在念文书对不对？好，对。跟大家挥挥手。你读几年级？四年级，快要。那这个字都看得懂吗？还可以呀、啊。刚刚阿姨看你在念那个送文书送那么久，来，你过来，来，两个都过来，两个都过来，哦。你是哥哥啊？嗯。啊。弟弟啊。对。你是弟弟啊？对。啊，你几岁？我十岁。啊？十岁。十岁。我也十岁。双胞胎。双胞胎，你比较会吃，对不对？啊？你吃几碗一餐？都差不多啦。差不多三碗吗？不是。那你到底差不多是几碗？差不多。两碗吗？至少。啊？妈妈给我吃多少就吃多少。哦，这样子啊。啊，弟弟来了，你告诉我，你们是双胞胎，照理讲年龄都一样，为什么你吃成这样子？吃不下。吃不下。为什么吃不下？你是看哥哥吃得很快，吃得很多你就吃不下。不要话。没有，因为我的胃太小了。你的胃太小？你为什么知道你的胃太小？因为都吃不下。吃不下，吃不下是不是要让他少量多餐？你是他妈妈。嗯，对。他喜欢吃肉。嗯。比较。会挑食吗？他会挑食。奇怪，冰冰双胞胎为什么不赶快呢？那你当初生这双胞胎一定是很忙碌了，因为刚刚成长的时候。对啊，可是有妈妈跟姐姐帮忙带、所以比较没有那么辛苦。是太好了。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这个诵经是谁送的？啊？他们文书。他们自己念就是自己写啊。是哦，来，那你刚刚是拿这一张对不对？你刚是这张是你的吗？他念不多次了，念一次。没关系，这个是你念几遍？这是弟弟的。弟弟的。天德经的。哦，弟弟啊，你鬼鬼先生天德经送两遍了。对。看得懂吗？看得懂。看得懂。不懂的时候有没有请叫妈妈啊注音？有。有哈，太棒了，太棒了！你送两遍了啊？你几遍？一遍。你为什么送一遍？哎、你的弟弟两遍，你才一遍。嗯、那其他时间是不是在吃东西？不是啊。好，那你们两个有没有和好？很和好吗？还好。还好是什么意思？还好。感情好不好？嗯，是弟弟会欺负哥哥，还是哥哥欺负弟弟？你觉得嘞？哥哥欺负我。哥哥欺负你。就是你欺负我。哦，两个都露馅，两个都是互相欺负哈。好，那没有关系。今天看我光就是看你被你送这个丙文书呢吸引了所以我才过来的。啊，弟弟你已经丙好了吗？好了。那、现在呢？你是我们哪个道场？中山就是台北元气老师，对，对对是，长得还倍儿像的，对对对哈。那你第几届？我是初级班，嘿，谢谢。因为进来学习易经哦，这是一个入门了，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应该要来上课，然后可以影响小孩，哈，非常棒。你读几年级？升国一。正常哈、哦、不错哈、哦、谢谢。皮肤比较黑，你喜欢往外面跑吗？还是运动的关系？他是运动员。对，是田径还是田径、那我问你了，100公尺跑几秒？13秒3。我以前厉害耶。没有，我以前100公尺跑16秒多。所以不厉害哈、哦、不厉害，但是呢运动真的好哈、哦啊，如果可以当国手的话，请你下次一定要接受我访问。好啊，是，所以，学习易经，因为你现在带这两个小孩，我当然不敢讲说你可以有空就可以上。不过呢，有空的时候呢，可以，哎，对对对，有机会的话会，真的很棒。对，那你来上课的时候就可以带两个小跟班。
好不好？好。哦，两个都长得好帅，为什么你没有戴眼镜，弟弟要戴眼镜？他近视啊。他近视啊，你没有近视。嗯。是啊、哦，那你比较用功喽。他也有一只眼睛近视。他有一只眼睛近视，你哪一只近视？这只哦。不是，我在看是哪一只。哦，你在看哪一只？好吧，你告诉你哪一只。右眼。啊？右眼。右眼近视，左眼没近视。那你两个眼睛都近视，那你喜欢两个近视还是一个近视？两个近视。对嘛，戴眼镜多平均呐、啊。啊，今天真的很高兴哦，让你们这个家庭我们来访谈一下哈、哦，很高兴，因为随路大法会难得大家见面啊、哦。哎呦，妹妹长得以后一定是很正点、很清秀的哈、哦。现在是运动健将，好、哦、不错。那弟弟也不错哈、哦，啊，很高兴，谢谢来谢谢，来跟大家挥挥手，说一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好，谢谢你们啦。谢谢